18日上午，男团 BIG 现身韩国金浦机场，结束了日本的行程，回到韩国。这天现场有大批的粉丝来接机，当 BIG 一现身，立刻受到粉丝热情的欢迎。六名成员皆穿着休闲，简约的打扮也十分帅气。而他们也因应记者要求停下来拍照，不时对镜头比爱心，十分亲切。